这书是送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对我很重要，要走把书留下。姓名：尉迟遥遥。我已经很多年没涂签了，善信。公羊传过关，衣服过关，书包过关，鞋。 魏然导演最喜欢绿色，我讨厌绿色。导演，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角色，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春秋时期的著作，颇有心得。哦，那你就说一说对电影的理解吧。您好，我是郝老师平台推荐的家教尉迟遥遥，请出示下您的证件。好的。 导演，我自己写了一篇见解，希望您给我指教指教。我的爸爸？不对，噩梦就此开始了。近日，同为当红演员的游戏与宋茜歌争夺魏然导演新电影《重赴男主角》一事，掀起了不小风波。 正处于转型期的当红小生尤西，昨日发布会上公然向宋茜歌喊话，表示对这部戏的男主一角指指彼得。哦，有救星，你可总算来了，来，快！有救星，魏然导演说，给你2个月的期间，让你了解历史和人物。我觉得单凭你个人的能力，很难达到那个要求。 我不是说你没有能力，是凭借不了解历史。我的小组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最近正面临转型，那魏然导演这个新戏呢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公司又非常重视。况且宋茜歌那边有虎视眈眈这个角色，万一被他出现拿到男一号，那咱们在影视圈一哥的位置是不是就不保了？说重点，所以重点就是我费了老大功夫给你找到了一个五星级老师，他可是出自于我们国内顶尖学府江州大学历史系排名第一的高材生啊！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不信带你去看看，走吧。 包你满意，满意。老师你好，我是尤西。是你？你们认识？我的包呢？你说的不就是他吧？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包，才让我差点丢了重负这个角色。明明是你抢了我的包，害我被家长投诉，还给了我一个差评。一个差评了不起啊？我精心准备的角色阐述，居然变成了我的爸爸。重负和我的爸爸能是一回事吗？我告诉你。 如果魏然导演看了我的角色阐述，这个角色已经是我的了，那需要你什么事啊？你是说包里的那份角色阐述？不然呢？游戏先生，真的对不起，我不能当你的老师，请你们还是取消预约，另请高明吧。 他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啊。要我吵也是我吵，你凭什么你吵我啊？因为在我看来，你的那篇角色阐述和我的爸爸水平差不多，我教不了你。喂，哎，别别别，行行行。